各位购车车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Jeffrey 蔡伟杰，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大鹏湾赛车场。今天是参加这个 Toyota 86的大鹏湾赛道体验营。很难得，Toyota 有给大家这个机会呢，那我们来体验这个86的这个赛道魅力。那今天这个车是我第二次的试驾啊。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其实86也来到这个大鹏湾来给各位做试驾，可那时候是试驾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呢，就是说它有个 traction control 这个机构呢，因为那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先解除掉，所以在赛道上，因为那个当初用的轮胎呢，是用16寸的这个轿车胎，所以非常容易的滑动。那一滑动之后，它 traction 因为没有办法完全的关闭所以呢，它的那个 traction control 会介入，然后它会刹车，会把你油门切掉，让你没办法做一些所谓的甩尾的动作。那今天呢，因为来到这里之前呢，因为有做过一些准备做了一点功课，所以刻意有把这个按钮设定呢，可以稍微把它先解除掉。那刚刚就有体验到了说，这个在赛道上面里面来讲，我们有一点点甩尾的这种的感觉让它可以让产生一点点甩尾的动作来做这个赛道的体验。那在这边还是跟各位这个就是说，平常除非你很有把握，你有做过这样的练习一些这个操控，这种极限操控啊，甩尾操控的练习，在此还是要奉劝大家呢，尽量不要去随意的关闭这样的一个控制按钮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它在你极限操控的时候，可以帮你把这个就是车身的动态呢，可以把你安定下来，避免一些车祸事故的一个发生。刚刚在开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车拉转速其实非常快它其实断油转速在7500转就会断油，所以一不小心呢，其实就很容易就开到断油转速，忘了换挡。那个手排车来讲那在操控里面来讲，在因为今天它配置的是这个17寸的这个轮胎跑车胎所以抓地来讲跟上次的16寸轮胎来讲是好了很多那操控的时候，在进弯的时候，几个高速弯呢，它的相对的安定感也提升了许多那其实进弯的时候稍微只要点一点刹车，其实就可以做出很漂亮的动作，然后在高速下面的时候，它也很容易造成它的这个车尾的开始摆动的一个幅度可以摆得出来摆出来之后就可以做一些甩尾的动作出来。那经过一些练习之后，我相信很多车手，大家很多这个86的驾驶其实都可以体验到它这样的一个极限操控的乐趣。其实这个赛道体验营里面来讲，其实非常好的事情是说，因为Toyota 也安排了这个赛车教练，那对一般没有开过赛道的人来讲，非常非常需要一个教练的带领有教练，其实场上几个教练其实都是我们现役的一些车手大家都认得，那对大鹏湾赛道也都非常熟，可以知道说哪边是这个最佳的行车路线。因为在这个活动里面来讲，因为教练会摆这个所谓交通锥让大家知道说什么地方去做这个刹车的点，什么地方要做这个我们所谓要切 apex 要切 clipping point 的这个就是切赛道的那个我们的顶点哪边要去靠那个交通锥，你会有很清楚的这个指示跟标示这个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事情。当然我们在一般的赛道真正正式比赛的时候不会有这些交通锥，可是当你练习之后，你会很自然知道说你找到一些目标跑道上面的一些目标物去做你的这个操控的一些参考点其实 Jeffrey 本身也是赛车的教练那在教学的过程里面来讲，其实可以发现到很多学员各式各样的动作其实都会有在怎么样帮助学员修正他的动作，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很多学员呢，在开的时候，就像我们进弯出弯这个动作连贯动作上常常不太容易去拿捏，比方说该用什么速度，该用什么档位然后该用在什么地方要做减速的动作，什么地方要做加速这个其实需要真的是需要经过练习
尤其像我们在大鹏湾这个场地其实蛮不错的，就是很多这个复合的跑道你可以做几个特别的弯道，你可以去体验到说这个车子在极限操控的时候呢，什么时候它会推头比方说这个转向不足，或什么时候它开始会甩尾，就是这个转向过多的这个动作这个的很多很细腻的动作，其实我们在这个教练过程里面来讲都可以去学习得到。那今天86这个车子呢，因为它的底盘的设计其实就是针对驾驶乐趣而来那我们今天在这个赛道里面来讲，可以尽情的去探索它的那个操控的极限那它的底盘基本相对上是比较属于屁股是比较灵活的比较活泼的一个动态的感觉，所以开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它的那个安定性你稍微在一个中高速的情况之下，它就可以体验到说它的这个屁股的这个蠢蠢欲动的那种要滑动的感觉那相对起来呢，就是说它在选择路线的时候呢，其实是相对起来是非常容易的，所以我们开起来来讲是即使对我来说虽然是200匹并不是真的很大，跟我的赛车比起来，可是我可以感觉到非常的有乐趣。其实因为你在比较相对低的速度里面来讲，就可以体验到它的这个操控的这个活泼的动态真的是非常富有驾驶乐趣的车子。那今天蛮有限的，因为时间很有限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只有两圈的时间来做这个体验。那跟同事呢，大概其实一人只有一圈的时间，我开一圈，然后请同事开自排再体验一圈。那又因为这个今天它只有开放半个赛道，所以其实时间很短暂。希望将来呢，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呢，也很希望说这个 Toyota 呢，能够多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做体验这个赛道。其实它会对很多的驾驶技术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